在你回家途中，有陌生人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。家につい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けど。在深夜里闯进别人的家，窥探他们最私密的一面。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。この家に来て何年ぐらい経つ？13年ぐらい。跟拍到你家，每逢星期一晚上7:50，锁定 JAM。